好像是耶，我看一下。要换掉，你说那个要换掉吗？这个，这一次会用换。嗯。然后这两片是板烤。嗯。板烤。对。然后这一片，这一片的话也是要烤漆。还有到那个门跟后面那个门也有。好。然后这一块的话。这一块我会帮你雇用换的，用换的这一块。哦，好。
原则上好像这种板件啊，我能不要换就不要换。哦，好。因为这个你以后卖车会被影响到。嗯，好。所以这尽量能考就考。这个没关系吗？哎，这个没，这塑胶件、啊、这个都没关系。好。啊，铝圈的话，铝圈的话是修理，因为这个看都擦伤而已。修理以前会先看有没有那个真圆有没有跑掉。如果说它变形的话，就是换形。了解。那悬吊呢？要检查吗？那个也要到时候一起看。了解。对，是到这边。对。等下车，等下先洗一下再看。哦，那个不是，那个本来就有。是对。它是到这里。大概到这边。对，这个。后面就没有。有呢。啊，有啊。这个是不是在这里啊？有有有，对对对。然后这个，这个啊，怎么那么多啊？这就不是你，他这被你被什么？被摩托车哦，还是汽车？不是那个宾士。对，所以你看你的这礼拜的行程允不允许？好啊，你是说你会先去拍照，然后就是估价，然后再跟保险公司联络吗？对，这些我会来做。好。